我想跳楼，你们不用来找我了。有灯光催促我在楼顶，我想自杀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不想死。相信我，想着不是我找人欺负的，我也不是我偷的，他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？让我不虑成双，归途日暮重叠，这没错，是他的错。一百个人是完全不成比例的。刚刚你在天台上想自杀的冲动是多少分？95。我跟别人吵架了，但是话说起来。没关系，我有足够的耐心，并且想听你说下去。让你不愿意舍弃生命的这五个人，没想到我放了他们，我想象不到他们看到我自杀会怎么样。他都已经说了觉得好玩，而且经过那次之后是不是误会？他没有再犯过的。再说了，以我们家的经济条件，30块钱五包的薯片不至于。搞错了。娜娜最近不是艺考吗？她说需要西装，我想着，小哲应该也需要吧。我是觉得小朋友们之间吵架很正常，也别难为另外一个小朋友，因为毕竟马上要高考了。